家好，我是蜜子君，今天是我宅家的第 N 加一天，最近给自己做个计划吧。清空家里食材，第一期特朗麻辣烫，请忽略我凌乱的背景，先将两个荷包蛋，因为在家里面搞直播太乱了，太乱了，实在是太乱了。你们是喜欢吃焦一点的，还是喜欢吃嫩一点的荷包蛋？一面焦就可以了。挖点重庆人吃火锅省力溜油，炒一下，炒化它。麻辣烫的粉末包，这个时候一定要小火哟。加水，看这个汤，乳白乳白，浓郁的见不到底，就可以丢食材了。蔬菜包，它自带有一个麻辣烫的底包，其实我们还好，也能点外卖，就是要等的时间，然后选择不多，但也够。爱吃的各种丸子，你们吃麻辣烫最喜欢吃哪一个食材？我觉得好吃的麻辣烫放鞋底板进去都是好吃的。还好我平时有点囤货的习惯，这个不知道是几年前的肉，加进去。M 级别的牛肉哦，打了一个葱花、香菜、蒜泥、香油碟，我感觉硬生生的我要把麻辣烫吃成火锅了。哇，牛肉，哇，抓一把千层的，这可太有味儿了。千层的麻辣烫 YYDS， 哎呀，我是说不太够味儿，还有辣椒油嘛，哇，有辣子，麻酱包加进去，醋包，他说的是这一包是麻油包，但我吃下来它更像是藤椒包，虽然只有这么一点点量，但是真的这个一加上去特别的麻辣鲜香。最后再把我的这个蛋加进去，我吸满汤汁。先来一口毛肚，加起来，三色米线。它这个豆皮是冻干豆皮，煮撑软了，很大一块块的，包括它里面的蔬菜也是，不像是我们小时候吃的那个泡面都不够塞牙缝，它还是很大一块一块的。哦，太好吃了。一个人吃麻辣烫就是要卷，哎，卷。再来一卷。你们是喜欢吃麻辣拌多一些，还是麻辣烫？烫死我了，妈呀，蔬菜包里面土豆片一定要多煮一会儿，多泡一会儿，让它变得粉粉糯糯的。牛肉丸，你们吃的牛肉丸是什么口感的？正宗的潮汕手打牛肉丸，它吃起来其实是脆的，脆当中抱着牛肉大骨香浓的汁儿，
弹脆嫩的不得了。我感觉最近天天宅家，我都变白了。很好吃，哇！它的泡面是这个样子的，里面特别的紧实，每个缝缝里面就抱着牛肉汁。这麻辣烫里面的蔬菜包是我吃过最好吃的素食蔬菜包。而土豆在里面特别特别的黏，你敢信还能吃得到土豆的一个香味儿。怎么还这么烫？双蛋，哇哦！你敢信？这个是刚才小小那一包冻干蔬菜包里面煮出来的蔬菜。这什么蔬菜？我来尝一下。虽然也吃不出来它是什么蔬菜，但还是挺大片的。哇塞，里面的豆皮了。小时候怎么不知道鸡蛋这么好吃？小时候巨讨厌吃鸡蛋。蘸满料的鸡蛋真的无敌了。啊，超好吃。你们吃麻辣烫最后会喝汤吗？你看，我看不到，麻辣烫的汤是乳白乳白的，美滋滋。好了，今天视频就到这里。喜欢视频的朋友可以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，妹子君 Maris MS， 大家记得多多评论哦，我在上面积极回复大家的。那我们下一期再见吧，拜拜。住家里的冰箱食材，如果实在不知道怎么办啊，就把它拿来做麻辣烫。